另外来看，就是咱台湾的这个全球招商大会，今仔会再开始举行了。马总统有哪来亲自出席，向这个海内外这投资人来发挥讲，会当来投资咱台湾哦。经济会表示讲，吼，即个这全球的招商标有这十大这主要产业，应该是会当吸引到这投资的金额超过新台币4500亿。第一场全球招商说明会，政府要大规模营销台湾。总统马英九亲身出席，爱海内外投资人看过来，投资台湾连接全世界。让全球都了解，我们台湾在世界经济版图上，它的分量已经不同以往。跟大陆的关系改善，政治风险降低，经济的效益提高。马总统笑甲真欢喜，因为7月1日伊才拄啊只是要扩大全球招商，3个月内底就有具体方案，即嘛无到2个月，经建会将这个菜捧上桌，会同各相关部会杀出台主台湾十大产业的主要规划。投资与出口应该扮演双引擎的角色，共同带动台湾的经济成长。十大重点产业包括着医疗、生技、文创、数位内容、美食国际化、云端运算、热能产业、建筑、电动车、甲都市更新。民间企业也站出来参政府斗阵来行销。以美食来讲，台湾好食物真多，但是要国际化，伫健康服务有突破空间，上无几啊百个商机。我们的国民都能够在比较舒适的地方，能够吃到比较经济、比较健康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场所上面有所突破。第一场招商说明会声势真好大，500多间机构参加，其中外商机构20多个。未来2礼拜，各市场说明会分别伫中部、南部、东部、干部来展开。经济会预估会当吸引到4500亿的台币投资台湾，将来招商卖行出台湾，到国外吸引资金转来台湾投资。记者转报道。